Hello， 大家好，呢度系大韩假期旅游行程推介。本期我哋大韩带大家一齐了解团号系 DH23005 嘅团，台山康桥温泉度假村无限次浸温泉，珠江卫食推介午餐宝气牛骨汤圆同埋开瓶香喷喷黄鳝饭宴，游玩赤坎影视街，主催山狗狗，依家一齐睇睇啦！一代宗师电影外景拍摄地开平赤坎古镇，赤坎古镇前后经历过宋、元、明清以及法国殖民统治和民国时期，每个时代独特的建筑风格都是历史的印记。赤坎非各种旧建筑、古典民族风格、欧陆风格、南洋风格、民国风格，甚至前苏联风格的都有，简直是建筑艺术的博物馆。台山康桥温泉度假村坐落在台山市白沙朗镇铜锣地村，度假村融青山、河流、湖水、温泉于一身，别有情调。酒店采用智能化灯光控制系统，一入客房俾人风堂又明亮的感觉，独立的露台俾你更加丰富的视线，你仲可以加收50元一个人住私家独立温泉池附半别墅房，诗意浪漫，别有情调，是阁下休闲度假的理想选择。度假村拥有广东省最多的温泉池，我们大韩包108个温泉池自由浸泡，温泉最高水温可以达到90度，属弱碱性软水含硫温泉，水质晶莹剔透，无异味，并且有30多种对人体有益的微量矿物质元素。经专家论证，康桥温泉除了具有含硫温泉的美容保健价值之外，还特别对心血管、运动系统、神经系统、代谢、内分泌和皮肤等具有良好的医疗保健功效。你可以自由享受温泉漂流河、梦幻海浪池、儿童水上乐园、18水疗池等活动，还有食珠翁为食推介的补气牛骨汤宴。骨头熬制而成的浓汤含丰富的钙质、蛋白质，具有强筋壮骨的功效，特别适合正在发育的儿童和受到骨质疏松威胁的中年人食用，配搭上番茄盏、肉丸等，变得有滋有味。广东之最温泉，食家珠翁推介，影视古镇畅游，快点同我们出发啦！电话6284499922，你仲可以登录www.6284499922.com 查看更多旅行团，或者关注大韩微信享最新资讯，安装大韩假期 APP， 随时随地报名出发。